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小托，再见了。好辛苦，已经忘记这是第几次做这个噩梦了。每次醒来的时候，身体都会动弹不得，好吧，深呼吸，试着动动身体，倒数三下，睁开眼睛，3、2、1。妈妈，我房间里，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。My name is Lily. Do you like eating Xiang? 你够了！啊，真是的，进房间前不会先敲门吗？妈妈写作很忙哎。你是青春期叛逆的高中生吗？还啊啊啊！一大早就赤身裸体在屋里大喊大叫，成何体统？比起这个，我的房间里面又发现蜘蛛之类的吗？啊，没出息。前两天刚过完18岁生日，一点成年人的自觉都没有。啊！啊！难道说你是？啊！不枉我相信了这么多年，我的亲祖宗啊！你是我们家的祖先，山野，吾乃李氏先祖巫女李安心，爱好正义的，正义的上一个，想要怎么说来着？安心氏，巫女幽灵，夜光仙子，代表月亮拯救你。这是灵界师父教我们的现代语言，说这样的话就没有代沟。灵界的师父知道的也太多了吧？你真是幽灵的话，来找我又有什么用？我们家族每逢300年，就会诞生一位厉害的女巫，你就是第八代。啊！祖先大人的现代语说的真棒。哪里哪里，还好啦。灵界的老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既然这样，小土，妈妈早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凡人，为了这一天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。妈妈，这居然……来吧，快告诉妈妈你是什么属性的巫女，就算是八嘎嘎小魔仙也不在话下。哇，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咦，这根本不是巫女装，你为了逼我穿女装特地找了个奇怪的朋友来帮忙吧。看自己的儿子穿女装是妈妈一直隐藏的爱好。哪有，妈妈是为你好。你把内心独白和说出来的话搞反了。哦，对了，祖先还带来了这个，这是灵界的协定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平移在你身上，24小时守护你了。啊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还不信吗？哼！哇，你看他衣服，这面料，对了，小土，还有，祖先大人他是没有脚的。上学要迟到了，拜拜。这熊孩一点不听话。每个时代好像都这样吧。
要迟到了。李小土啊，今日又迟到。对不起。今日又有什么新理由？新理由的话，早晨起来被鬼压床算吗？哎，胡说八道，昨天就叮嘱过要换位置，还来得这么晚。换位置？真是的，每天都在做梦吗？快点回教室坐好。是。新位置边上有女生。哎，你就是第八代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他就平移在你身上，24小时守护你了。今日又有什么新理由？昨天就叮嘱过要换位置。原来是这家伙要和本小姐同桌吗？据说这家伙不太和人接触，内向又闷骚嘛。也好，反正无论是谁，早晚会为我程小玉美丽的气质倾倒。我可是自带特效的女人啊！哎，旁边那个是？啊？呀，真是的，居然已经直勾勾的盯着人家看了，真是没办法。本小姐就是有这种任何人都欲罢不能的魅力。你怎么回到学校来？别怕，其他人是看不到我的。你现在有危险了，千万别坐那个位置，否则结果就是死。什么位置？这些人怎么了？现在的我们是从灵魂的层面进行交流，所以会觉得时间的速度过得很慢，这些以后再慢慢解释。重点是，你现在在这个位置轻易坐下去的话，可是会死的。果然还是早晨的梦，做到现在还没醒吗？并不是梦，事到如今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李小土，你是李家第九代转世巫女，背负着巫女血脉。巫女血脉，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。我难道因此会觉醒超能力吗？超能力会怎么样我还不确定，不过巫女血脉的人每到18岁就会死。哎，小明，我会怎么死？被魔物之类的干掉吗？不会有那种事啦，时间有限，安心没法在这里都解释给你听，但我可以把未来死亡的瞬间放给你看。月灵镜威力，该怎么说呢？总觉得死法相当随便啊。总之，你一定要活着，无论如何都别坐下啊。哎，还真的消失了。李小土，赶紧坐好，要上课了。老师，请问，能帮我换个别的位置吗？李小土，今日你是活腻了吧？我是因为、因为被鬼压床压坏了吗？给我去后面站着上课，往旁边站一点，别摆出一副残念的脸。居然会有这种奇葩，从来没有男生会这样对本小姐。该死的李小兔竟然说不要坐在本小姐身边，简直是在蔑视我的美貌。那个，请问一起吃饭吗？微笑，保持微笑，当然可以了，人家正觉得无聊呢。说起来，从刚才就觉得你在看谁呢。也没特别在看谁啊，
找到了，西北方向23.3°，果然是在看李小土吧？哪有？你想怎么看都不要紧，但是我有个忠告，李小土可是事业高中最危险的男人，身长在赫的红脸，我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。没那么可怕，他只是比正常人倒霉一点而已啊。听起来只是些无聊的传言吧？才不是，我和他可是同一个初中的，初中的时候曾经有个人跟他很要好。然后呢？后来那个人跳楼自杀了。他今天不愿意坐在你边上，可能是怕你沾上他的霉运，想保护你也说不定。保护吗？能用来解释他的举动啊。这是蜘蛛。你别光吹啊，不喝吗？我是幽灵，喝不了啊。老师说连吹都没反应。说起来连坐个凳子都会死，那吃饭岂不是更危险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之前位置的椅子不知何时被人恶作剧过，椅子腿上的螺丝被拿走了，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危险。与其说是恶作剧，不如说是我的人设弱爆了吧。原来是这家伙要和本小姐同桌吗？你怎么回到学校来？现在的我们是从灵魂的层面进行交流，重点是你现在在这个位置轻易坐下去的话可是会死的。你之前位置的椅子不知何时被人恶作剧过，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危险。这种程度的恶作剧我也习惯了，不过这么多年我也活到现在了。我还没说完啦。我们李家每300年就会诞生一位巫女，每到那个巫女18岁的时候，就会被看不见的恶灵杀掉。而恶灵杀人的方式就是让原本生活中的小危险变得非常危险。哇，听起来好吓人，可这杀人的方式也太……可别小瞧了他，你的祖先们可都是因为这个家伙早早就丧命了。救命啊！恶灵出现了吗？人家在那边有个蜘蛛的说，好可怕啊！不小心就抓了你的衣服，抱歉。没事。天之神火，你还有办法反抗本小姐的魅力吗？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。等等，背心的颜色突然变黑了，难道说又……这种气氛我就要不小心死掉了吗？对哦，人家一不小心就发动能力了。你的能力是憋不住的吗？我也没办法，一旦感觉身边有什么要死了，就不自觉的。我能预感到今天后的人生会相当麻烦啊，所以今天又是什么原因让我死掉的？不是你会死，死的是那只蜘蛛小乖乖。小乖乖是什么鬼？多不容易，死了的话太可怜了。你这不是在滥用能力吗？这是大事，安心没有滥用能力。求你了，维持能力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能加钱充1小时吗？如果不救他的话，就是愧对列祖列宗。别拿这种理由拜托我做奇怪的事情啊！喂，怎么办呢？可有感觉不救他不行啊。快点动手，快点动手。哪里的姑娘遇到了危险？俺崔英雄可是专门守护少女的男子汉，
花蛛，一箭双雕，蜘蛛而已。小美俺们都可远点，俺动起手来可是连自己都怕。看招！哎！李小土，你为什么拦着老子？我是只蜘蛛而已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同学之间要友好相处，不要因为人家生了和气嘛。其实我是为了蜘蛛。怎么我？就让俺来教你做人的道理。村儿英雄，你怎么又欺负同学？来的正好，俺不会再输给你了。看最近学来的新招，实弹拳！哎，居然闪开了！敢对老师出手！这就是太湖老师真正的实力吗？这是蜘蛛的灵魂！还有你，一点男孩的样子都没有！再不给我学学强硬一点的话！要亲命了！蜘蛛超可怕的，我蜘蛛腿也会怀孕的。真可怜，连魂都被吓出来了。别老是突然出现，你会变成鬼火，你会又跑出来，你是在干嘛？别生气嘛，释放能力需要耗费大量灵力，如果力气耗尽，就不得不变成鬼火休息了。做鬼也是很累的，比起这种事，小乖乖死了才最重要吧。你没有用心守护他，我干嘛非要守护一只蜘蛛啊？说起来，蜘蛛的魂会去地狱之类的地方吗？你这样顶着它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你居然看得见它？我也看得见你啊！不一样的，我和你是因为灵力关系。可是刚才太湖老师好像也看见了。居然关心蜘蛛，我滚出来！可恶！所以说，第三段的第二小节。作者描写自己憋尿憋得非常痛苦，其实是抒发了对旧封建时代的憎恶与无奈。这里是考试重点，都记好了。在我那时候，封建制可是很先进的呢。我以后都要伴着吐槽听课了吗？李小土，害得我都没心思听课。你怎么又欺负同学？蜘蛛超可怕的！我以后都要伴着吐槽听课了吗？害得我都没心思听课。这吧，绝对要让你彻底臣服于本小姐。就凭我雪藏多年的神技。而且，为什么憋屎会抒发憎恨和无奈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又怎么了？人家的橡皮掉在地上了呢，离得好远，人家捡不到。这种被戳中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对哦，互相帮忙什么的，同学间的话。为什么又是这种时候？我跟可爱的女孩子有仇吗？我已经是死不动了。别那么沮丧了，很快就会适应的。总之，这次千万别捡那块橡皮。我就知道，是橡皮里有毒吗？不是，太湖老师，他早就在注意你们的一举一动了。当你捡起橡皮的瞬间，老师就会扔粉笔头来惩罚你。如果加大用粉笔的力道，原本只是痛一下就好，现在就会变成痛一下，人生就结束了。
别说的那么轻松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有什么超能力可以帮我吗？预告了未来会发生的事啊！这是在让我空手夺子弹好吗？放心啊，只要努力躲过去就好了。怎么了，李小兔同学？快给老娘捡回来！这气氛好尴尬，该怎么办？我还是小明要紧，尽量用最温柔的办法回应他。我说，你自己没长手吗？我的表情很自然，说话又很温柔。他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我超生气的！老师，李小兔故意把我的橡皮掉到地上。啥？完蛋了，你是不是绝对死定了？没办法改变结果了。小月同学，一上课我就注意你了，不是你自己闲着没事故意把橡皮扔到别人脚底下的吗？我在走边上，你敢给我抓蜘蛛，连橡皮都不敢帮我捡，这样的人你不去说他，反而来说我。喂，我没听错吧？上一次说太湖老师肥婆的家伙还活着吗？不好，太湖老师把头发烧烫了，就代表他非常生气。不对呀、啊，就是个节奏，被粉笔砸中的人岂不是程小月？喂，安心，该怎么办啊？别往乱飞啊，快想想办法。看来为师不认真一点不行了。二只成剑。啊，当心啊！上老师的头顶，有人给我的粉笔加了特效。今天太湖老师的状态不错，再用追求射门，但被门将扑开了。现在的比分依然是0-0。我。对不起，我不小心身体自己冲出去了。没关系，有人在课上推倒同学了。别闹了，你们都不敢好好的黑板吗？看人能不嫌事儿大呀。为师的粉笔头是爱的结晶，胆敢拒绝，你们这是在自寻死路。但是你不能靠内的粉笔，如果是现在的状态，整个班级就会陷入一片雪海。这是因我而起，绝不能让它波及到无关的人。没错，只有我才能保护全班同学。上吧！喂，被粉笔头砸就砸了呗。李小土今天是要干嘛？这种时候，大家有鼓掌才比较和气氛吗？一点小事居然敢和太湖对着干，这小子也不赖吗？小土他难道是拼了命也不想我被老师惩罚吗？等到意识过来，身体已经冲出去了，我是被喜欢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附身了吗？你不会想把粉笔都丢我一个人身上吧？李小土，你居然敢顶撞老师。完蛋了，要死喂，天上有只蜘蛛在乱飞。蜘蛛在天上飞？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收看安心说法。